我听见你跟宋林雪说你讨厌我。那不是真的。我亲耳听到的。那只是一部分。你说的对，我是挺讨厌林夕的，但是正因为这样的他会为了救一只猫不顾危险上树，会为了班级比赛的荣誉亲自上场拼到最后。他真诚善良热血，让我一个向来独善其身的人觉得如果能跟他做朋友也是一件很棒的事。就是这样，如果你想归零的话我接受。不是归零，是重启。什么意思？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认识一下真正的季军翔，不是你哥哥心脏的受益人，也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我本人。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季军翔。你好，季同学，我叫林夕。